customer 的车去石雕湾。石雕湾啊，所以我们载 customer 的车新车去 deliver 给顾客了。现在我们到了，刚刚在这个三个指令。可以开过吗？啊，这走走这是过吗？啊，我只能开开。没有，我可以看的吗？好，可以看。所以你有什么感想？屁股痛，屁股痛。所以今天我们送给顾客什么？还买了槟城的特产呢、啊，豆沙饼，然后还有一包炒粿条。鸭蛋炒粿条啊，不是普通炒粿条啊。鸭蛋炒粿条 ，OK。管顾客要求他要吃槟城的炒粿条。等一下我们去到石雕湾，应该还要两个钟头，漫长的路途。啊，就是像拼工拼工的。希望大家两屁股还有在啦。Let's go。Aku buka cerita kisah empat. Ini sampai. Ini sampai. Umur dua sakit lo. Lumun. Oh, so sampai. Dua sampai ya, turun sampai ya. Ya. Wah. Eh, pertama kali sampai sini yo. 38 tahun. Pertama kali sampai sini. 我是到38岁了，第一次来石雕湾的。没有啊，我们要感谢Mr. John， 我们的 customer， 非常谢谢他。我们到了，我们终于到了。OK， 我们见老板一下。哎 ，Mr. John 你好。你好。你好了，谢谢你帮我们订购一辆开灯啊，我的玻璃框哎，玻璃框是没有，你看到了，这个是抽象的。我气球哎，比较抽象的。我礼物呢？OK， 这个你的礼物啦，谢谢，槟城的特产啊。OK，Thank you， Steady 啊，老板讲到有做到啊。买车送刀叉，不要钱嘛，只有一家。谢谢我们的 Dovin 大哥，之前把顾客的车送到石雕湾这边，这个就是老板的店了，顺便拍一下。西北帅什么？平的 ，PING 啊。所以那个 FCM 的 sensor 是电板在这边啊，这边有你要去装听到的是什么？这个记得不要弄坏里面的东西了。OK， 这个你懂吗？后面射高灯来的时候它会变暗的嘛，对吧？ Okay. 然后这个是后面的那个 escalator 啦，我们叫 escalator。OK。这个是我们选进了 4HLC 的时候，它可以选，你的 meter 的每个出现，你要爬石头啦、沙路啦，哈、啊，你选，它要打 N， 就是讲走着的时候不能转了啦。能，你走，因为你现在停着嘛 ，OK， 啊，你进 N 了， okay. 它比较容易嘛。我跟你说，这个是 lock 嘛，你走一点点 ，reverse。你不是要撞出头了？一点点，它 lock 了噻，它 deck 一声了。OK， 你看到 gravel 嘛？然后你按一下，啊，这个是泥土或者是那个雪地，这个是沙喽。gravel 是那个小粒的石头这样的。OK， 你要反应很快哦。Good， 最重要是进 four wheel， 退 four wheel， steering 要直，然后打 N 就没有问题了。假如它还是 blinking 着。你尝试看走前、走后、走前、走后就 OK 了。OK， OK， 这边就是放spanner 还有那个 jack 的地方了。OK，你讲什么 ？Relax 什么分别 ？Relax 的分别嘞，就是可以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不用怕，那个一下子讲不出来，那你突然间来那个 brand 我会割掉的。第一，我不可以讲到完全不出来的嘛。就跟他不得空喽。就是爽又进厂，买一年的保险加四个月的车。你自己本身有 X， 你 X 啦，50，然后还有这两哦，刚刚拥有了这两啊，刚刚拥有了这两，所以你慢慢享受了，希望如此了，希望它不会让我失望了。这边是制造船的厂啊，你们槟城来的，大浪，然后槟城的 ferry 啊。谢谢老板，请我们吃什么福州光饼啊？一流的。谢谢老板。老板，
回礼啊，请我们吃回这个福州的光饼，谢谢 Mr. John， 下次再来，有经过这边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的。下次带你去吃红薯面线。好，谢谢你，今天你洗底新车，大好日子。谢谢。白山，不差他，一百大一百小。还没熟悉，找 Frankie， 等下找我啊。OK， 谢谢你。OK， 好，我们要回冰车了。OK， 慢慢走， yeah. 一路顺风。谢谢。